大家好啊，今日介绍一隻好有特色、好珍贵嘅手表 ，Ocean X 嘅限量版陨石表面。首先，右手边嗰啲金陨石系最新嘅颜色啦，而左手面嘅玫瑰金陨石就之前买到断晒货啦，啱啱再翻少少。陨石表面限量199只，讲一讲个陨石嘅特别之处啦。咁每一塊嘅陨石嘅花纹系独一无二唔同嘅，呢种好似结晶嘅特殊纹路，咁我哋会称为艾德曼花纹。只有从外太空跌入大气层，喺高温下先会形成自然生长。随着光线嘅变化，花纹都会反射出深浅不一样嘅色泽。陨石表面既珍贵又特别，而且好难先拥有，我叫性价比都好高嘅。咁讲讲个spec 先啦，用 NH35 日本嘅精工自动机芯，蓝宝石水晶玻璃凸镜啦。咁个镜咧有 4.5mm 厚度，就可以去到1000米防水啦。所以除咗深度劲之外啦，佢个玻璃系好襟状嘅，而陶瓷圈防花。咁我哋依家睇下个片，会见到个外圈都有超强嘅夜光。连啲字都系，再一个深潜嘅手表，旋入式表底同埋螺丝摆的同埋九字位嘅排法一定要有啦。咁我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呢只限量版系44mm 嘅，咁条胶带都好柔软舒服嘅。咁再讲讲个价钱啦，呢只公价定价系5980嘅。咁我哋有个靓价啦，好抵玩嘅，4000多蚊可以买到啦。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我們，今集介紹到這裡，下集見。